快点苗栗的，我真正爸爸牵我的手，行红地毯。在咱婚礼开始进前，有一个宝宝性别 party。唔知这囡仔是查甫的查某的，马上就要公布啦。非常啊！黄文金的头壳内面就是江道生，我直接给你吃对分量。江道生，你们想要何必来啊？你实在是可恶！我替青天吞一口气。老常那阿伯讲，我提来。我找来这些人，就一个一个准备死啊！我吃不出来，就到位的警告啊！黑龙江大官，袂当让你离开这。我宁愿一点避免，只好无希望你做上外省，我无希望你为难啊！我找来啊，我感应到我找气势的。当年他娘后那部惊不惊喜？不可能！我这我这家，我今仔就要把你的分明拍出来！高老祥，你给我起来！出来！我在底下，卖个盆啊！你都卖过了，杨老伯，王亚杰都一死了命。你卖过别话，那么我等你面拿钱，死有你看。你这上面现在酒都倒来了，跟我其他方法，一定要五角大三江。我还是亲眼看到，就看到你跟你的查某结底死的。王道雄，今仔日我绝对要把这邪魔妖都杀掉魂魄，拍个魂飞。撤散！